一个接着一个整齐如一的机器排列在明亮的工厂内，快速而精准的机器轰隆轰隆地运作着。这里是一家以精密金属加工、客制化服务闻名，在国内拥有多年 CNC 精密加工经验的专业金属代工厂。2018年9月，公司位于台中市丰原区的新厂正式启用，让创业35年的老品牌拥有崭新的工厂环境。但不变的是陈明元董事长对于顾客的用心与商品的品质。这35年来啊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公司从成立一直到现在，开始的时候财务就是说都会比较有自己的问题，不过还好啦，这30几年来整个都过去了，自己也有一片工厂，这是一个蛮值得欣慰的一个地方。35年这一路走来，公司秉持着精度、速度、美观三大经营理念，而这个经营理念竟是陈董事长从就学时期就深植内心的做事理念。我是读沙鹿高工毕业的，他在学校 的一个看板上面所看到就是精度、速度、美观，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们公司非常不错的一个理念。你今天如果说做得再快，没有精度没有用，所以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把精度做出来，这也是对我本身个人的一个对品质的一个观念。以客户品质满意为导向，一直以来都是陈明元董事长所秉持的信念。对于商品精度非常讲究的他，以成为加工业中的服务业为目标，公司从接单到出货，层层步骤绝不马虎。在工厂内斥资上千万购买品管仪器，自行检验商品的准确度，致力打造值得信赖的金属加工团队伙伴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客人，他就拿一个东西，他说：“你要怎么检查？”客户一句话，你就完全愣在那里，哑口无言。所以我下定决心，就是说，以后我的工厂一定要有设备。那我现在我的设备，很多的客户一来一看检验设备，他就二话不说，我觉得你们公司不错，我可以丢给你们，把东西丢给你们生产。严格的自我品质控管，造就了多年来稳定的客户群。陈明元董事对于每个工件都有建立专属的 QC 工程表，以 SIP 检查标准与 SOP 生产流程标准化加工，提供最好的品质与迅速的产能。一张图进来，我会把它分析，它应该怎么加工。那我的加工流程会把它编成一本册子，这本册子里面含有怎么加工、怎么检查。那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我今天不管丢给哪一个人做，我都最主要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，我替客户保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今天就是第一次做的跟第100次做的完全一样。跳脱传统思维，把别人不做的换成自己的优势，除了加工技术的提升之外，更重视产品的品质，因此极力建制完善的 SOP 与 SIP 资料库，有效降低成本，协助业界提升获利能力。后来真正接触到国外的买主的以后，才觉得说，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即使最不重要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什么夹伤、撞伤这些，通通不可以有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SOP 跟 SIP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从一棵幼苗茁壮至今日挺拔的大树，陈明元董事长与夫人张杏如财务长共同奋斗，能看到今日成功的样貌，夫妻俩都有说不完的感动。我觉得蛮欣慰的一点，就是客户讲了一句话：只要你做会解做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不用检查。哇，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，非常棒的一个对我们的认可。所以说我觉得说，这么几年下来，就让我觉得说，我的职责是有意义的。先生他是一个技术者，在我看来，因为比较不浪漫，可是他真的是爱家、爱孩子，然后再加上他的责任感，说让我觉得说，我一路都是在支持他。公司也因应工业4.0，从很早以前就导入机械手臂来协助上下料，以力提供客人更稳定的品质与交期。未来将陆续引进更多专业的机器与技术，努力朝加工业中的服务业的目标迈进。